然后就洗个澡。洗啥澡啊？洗个澡，我出去一趟，我上趟雅丽家。你芙蓉啊，你这感冒还没好点呢，你洗澡，洗脸也不行。厉害了，才不长了。你真是，你洗脸了，光才不得了了。哎呀，没有事啊。你今都四天了，你就今天咱们咋来发事啊？哎呀，这时间太黏糊糊了，我就想洗个澡。你洗越洗越累，洗厉害了咋弄？洗厉害了，光你没法干的。你前那两天都不长，人烧的还洗澡嘞。没事儿，洗澡。啥你没事儿不能洗？专家说的可以洗。你就要瞎扯了。专家说的不叫洗。专家说的可以洗，我可看手机了。等两天再洗，你把衣裳换了，我给你洗洗衣裳。这个没人过生日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那你也不管。过生日也不咋，你去哪去？那他你都来那沾着他老公，你才不得了嘞。那小孩过生日了，我身为他以后的后爸了，我得不得过去看看去？那你给他买点儿啊，油的也。我给他买罢了。买罢了，那晚一天你好了再去。那这过生日的那咋能拖？那过生日的晚一天你好了再给他补上。那俺俩姐，他几个都去吗？那俺俩姐去吗？他没有。他没有，你去哪？他在咱这不能去了。白来去了。你这样去，你说叫人烦你，人家嘴里不服，人家心里也烦。你要是病了，你在长安养老，人家嘴里不服，人家心里也烦。你这样是那什么？你去哪去？等着咱好了再去。好了再去，再晚个两三天。这可就可能有点难办了。明知道你有这病了，你养了，你还能再去不？我问雅丽儿了，雅丽儿说：“你想过来就过来吧。”人家咋说别的去？没办法，是那啥。那说你白来，那这样说。白来，你去人家心里也不喜欢，人家心里不服，人家心里也不乐。那万一沾着眼了，你可麻烦了我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年许的愿望跟去年许的愿望一样吗？哼。我说今年许的愿望跟去年许的愿望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会的。嗯。今年我想过去了，然后也不也家里边也不让过去。嗯。你们好好的吧，啊，别过来呀。哎呀。对呀。你们照顾好自己。家印啊，你看。好了，我们再去啊。嗯。哎呀，好，今天还烧吗？今天不烧了，今天好了。好了吧？好了，嗯。好了也不能洗头。对呀，不能洗头。疼吗？身上不疼了，现在就有点咳嗽。乖，好吃东西啊。好，我爸我妈一点事没有。他们没事啊，你也离他们远点啊。嗯，行，我离他们远，嗯。你这个猪，你这个猪不传染哈。嗯，什么？我这个猪不传染？啊，猪不能大意啊！他以为是那个猪，就是那个肥肥的那个猪。算了一下，我们也没有羊，但是莫羊那个在他宿舍的单管是羊的。不是羊不羊的哈，就是你应该早就羊了。他这个羊，他分好几个症状，有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，就是就咳嗽，就很轻微的一些症状，也不发烧。我已经阳过了呗。对，你已经阳过了。你之前隔老长一段时间了。对，我感觉罪魁祸首啊，就是你把我们所有人都传染了。奶奶给你准备了一个红包。红包。嗯。雷总嘞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好学习，天天进步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跟我说，谢谢奶奶，客气，好好的一个生日，过得稀碎。